OK， 咁啊，凌晨兩點鐘。OK， 第一樣嘢咧就洗嘢先啊。煮飯的時間了、但個次序很重要啊，先煲水先啊，跟住咧就極速，一條友就洗嘢就比較方便啊，冇乜嘢洗，都要洗。咁啊，開始入冬啦，開始天氣凍。我今朝都食咗個炒飯嚇，好好食啊！跟住就冇食嘢啦，飲咗少少酒啊，因為琴日就個人比較攰。炒啲熱水，兩頭快啦，咁啊狂天雪地，因為佢入冬啦就，咁啊梗係食一個暖心嘅拉麵。搞掂，好啦，我反轉，入翻呢度啦嚇，準備抹抹咯。咁啊，因為夜晚咧就做過快噶啦，再搞唔掂。雖然話唔想搞咁多嘢啫，咁但係仍然係。有啲嘢要處理，我處理咗個紅菜頭嘅，咁啊先攪好只鑊，落好個面底，咁啊準備一包味粉啦。煮嘢食咧，即係入廚房咧，點樣效率咧？即係有少少效率咧。即係我自己都係慢人，但係慢人之中都想有少少速度，就要計咯。即係哦，我要做依樣先，依樣比較划算。做咗依樣咧，咁我就可以唔使等啦。所以先煲水先。咁喺呢度咧就開
開火。OK， 咁啊，跟住咧。包紅菜頭已經食咗佢啦，雪櫃咧嘅糧倉咧就開始冇乜啦嚇，咁啊剪咗佢啦嚇，咁啊留意佢嗰啲紅色嘅汁液嗰度片出嚟啦已經，咁就慢慢倒落去，唔好嘥紅菜頭嗰啲汁啊！我唔知磅幾啊，一磅啊，四大個，嗰啲紅菜頭咧佢哋已經高貴多嘅啫。好健康，依只嘢好健康，好中意食。咁佢就拎去另一邊處理啦，嚇。慢慢抹。咁啊，有紅菜頭汁，但未有紅菜頭啦。咁啊，好快咧就切咗佢啦。所以入廚房是一種藝術嚟嘅，即係你點樣可以喺一個有限嘅空間嗰度做無限的菜式。好快咧就出咗出嚟先，咁佢有少少啲紅菜頭汁嘅應該，咁我倒埋落去。兩頭快啦，咁呢邊咧都要快手快腳咧去切咗佢，咁啊放落個食物盒嗰度啦。咁就鳳爪面就可以即係攞嚟食。咁啊，今日先切。哇！好多紅菜頭啊！咁我先切一個先。切多個落去。咁咧就呢一邊咧，我就容後再處理。咁啊，先搞到呢邊，影分身啊，不斷。咁樣就會快少少啦，做嘢會。佢有包辣嘅，有一邊係辣，一直都唔夠膽落落去 chili。佢哋 chili spicy， 一個 chili 一個 spicy 都係叫辣嘅意思。咁咧就落料啦，而家。雪櫃咧就菜冇乜啦，不過咧就都可以落少少嘢落去嘅，啲蔬菜落去啦。咁我都可以落一塊芝士，芝士等佢水滾先，先落，因為快速可以。咁啊，落啲嗰啲肉啦，佢啱
烤碟肉，啲好好啊！呢啲其實佢都唔知邊度嚟嘅，但係好健康，啲肉係又靚又健康。咁啊，感覺呢度都有排啊，因為肉啊、菜啊落曬啦。最後先等芝士同埋雞蛋落嘅。咁啊，另一邊箱做下啲功課先。繼續依邊嘅功課，嚇嗰邊嘅水都未係滾啊！好難想像，四年前嘅我會喺度切紅菜頭，啊後邊應該滾啦。所以人生你係想像唔到你未來嘅人生。一旦咧移咗民咧，或者你去咗一個新嘅地方咧，你嘅生活形態會變曬。好快咧就曬曬啲嘢。水滾啦嚇，咁啊打隻蛋，夠唔夠味咧？咁樣，咁我先落個，如果唔夠味落下芝士，有芝士，咁啊先落個蛋先啦嚇。啲雞蛋我都仲有。跟住雞蛋，跟住就應該落芝士嘅，落芝士，攞塊。OK， 攞塊芝士，咁啊等佢整溶咗咧，就非常之好食啦。一直在想咁樣有咩上乘的調味料呢，其實芝士就係啦。呢個咩嚟噶？雞蛋嚟噶。有個波喺度，有個迷之唔知咩氣球喺度。芝士就係最好的調味料，可以令到變咗做芝士湯底。煮嘢食咧，雖然好安全啦喺屋企，但係都要注意簡單嘅安全。準備啦嚇！只雞蛋係熟曬噶啦，已經咩嚟嘅？第一次見呢個咩嚟？雞蛋嚟，發到咁脹。雞蛋加芝士係嘛？唔知點解會有個波喺度咁得意咯，第一次見。應該雞蛋嚟嘅，雞蛋。佢脹咗啊？點解會咁嘅咧？哦，穿咗。肉嚟㗎嘛？依家係。維護真係雞蛋嚟嘅，
好啦，唔緊要啦，食啦。時間嘅關係，要食。好唔好食咧？就應該正常嘅，一包味粉，有芝士，冇味極啊，咁啊帶有紅菜頭，係啦，食雞蛋嚟嘅。肉嚟㗎嘛，我剝佢上嚟睇下咩嚟，咁突然嘅，哦係個雞蛋，但係爛咗。Oops。哦，係啊，爛咗，咁依揾到個蛋黃，個蛋蛋唔見咗啦已經。OK。好，時日湯麵完成，試味啊！一諗咗好耐，整咩好咧？整湯面最好，最穩陣，最簡單，最飽肚，最暖心，暖心啊！最緊要係。而家都慣咗咧，半夜三更咧就做片啊，起身啊，打機啊。跟住咧就去到晏朝頭早啊瞓覺啦，朝頭早瞓覺，跟住瞓到晏晝，冇辦法，我個作息嗰個調節係咁樣咯，我個心理機嗰個心理時鐘係咁。好酸甜，甜甜地嘅，即係紅菜頭面咧，有個得意之處就係甜甜地，所以好鬼好食。喺香港又唔見有呢味嘢喎，紅菜頭食。哇！我嚟到反而好中意食呢只紅菜頭。因為咧，佢英國嘅蔬菜冇乜選擇，佢紅菜頭啊、蘿蔔啊、薯仔嗰啲好多。唔似你哋咧，香港咧咩菜心啊、西芹啊，幾百種菜木啊。你哋香港咧就係啲蔬菜啊，即係始終係近中國啊嘛，好多蔬菜食。好味啊！
味又健康。哇，正，甜啊，好清甜啊。呢種面啊，我自創紅菜頭湯面，喺香港一定你買唔到，食唔到呢隻味。所以有時不太行出去吃，有時望下啲餐廳，哇，整到好靚喎咁樣，但係有冇我自己求其整嗰種水準先？求其整都有種好味嘅感覺，因為你求其煮咧，起碼你自己啲嘢係中意嘛。咁你出邊嗰啲嘢食嗰啲人，你未必整得你中意食。啲配搭唔同，唔錯，飲咗咁多，開餐啦，再去買。